超级汽车。消失的超级汽车。我发明的大力拖车果然超超超大力，连货车搬搬都拖得动。马上要天亮了，今天的任务完成，明晚再继续行动。什么事儿了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们好像被关起来了。嘿嘿，糟了，门打不开。我们可以呼叫指挥中心寻求帮助。咦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别浪费力气了，这儿的信号已经被我切断了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。哈哈哈！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雷克警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看到斑斑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好饿呀。真奇怪，亚米今天怎么没来卖早餐？什么？亚米今天没上班？啊！小美去哪儿了？这里的垃圾桶已经满得装不下了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情况不对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今天有很多超级汽车都消失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快帮我找一找他们在哪儿吧。没问题。奇怪，搜索不到他们的信号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我得去找一找，快帮我升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朋友们在哪？雷达开启，加速前进，睁大眼睛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啊，他来帮忙了。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大家不见了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线索藏在哪？人行道上，小水坑里，草丛里面，大树下面，发现大家的踪迹。朋友们，你们在里面吗？快救我们出去。敌人出现了，小心小心，长长钩子伸出来，危险危险，大大箱子飞过来，躲开躲开，警车警车要战斗，前进前进，丢丢向前冲，冲啊冲啊，正义需要我守护，全力以赴，大大钩子甩呀甩，晕晕乎乎，警车警车想办法，绝不认输。警长，把他引到仓库前。滴滴呜，滴滴呜，看这里，打开灯光吸引你向我靠近。就是现在，全力出击，这开门，拉住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哼，
你也尝尝被关起来的滋味吧。玩具救援行动，哇吼！最棒的机器人波特冲呀！淘淘，我们要出门了。来啦！哦天哪！是波特，波特受伤了！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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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个玩具熊，啊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啊！说话了，说话了，玩具说话了！开心虎，快松手！我的朋友受伤了，你们能帮忙修好他吗？没问题，马上召唤超级汽车。出租车妮娜，挖掘机酷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强力磁铁。时空跑道开启。出动！我们来了！快帮帮波特吧！他身上有好多零件都不见了。我们帮他找回来吧。搭积木，想做城堡。大家快来快来快来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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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找到。小心挖掘机，强壮有力气，大大铲子哐哐哐哐保护你。挖一挖，看一看，哟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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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呀在这里。耶，找到了。波特感觉很棒，谢谢大家。太好了，我回来啦。怎么掉地上了？幸好没摔坏，我们继续玩吧。以物换物，今年的旧物交换市场看起来好热闹呀！
知道会发现什么好东西，我们去逛逛吧。妮娜，来和我交换吧。嗨，酷宝。这些是什么呀？这都是我平时挖到的宝贝，每一个都很珍贵。可是这个帽子都破了。瞧我发现了什么，这顶帽子真是太完美了。我能用这把梳子和你交换吗？虽然我没有头发，但我喜欢你的梳子，成交。旧物交换市场果然很有趣。妮娜，我们刚才用无人机换了一个小飞碟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还想再看看。那是，哇哦，是我最喜欢的怪兽漫画。胖嘟嘟，我要和你交换，你想要什么？气球、眼镜、帽子，还是小喇叭？这些我都不需要，我想要蛋糕。蛋糕。妮娜，你可以去找美食车亚米，他一定有很多蛋糕。对呀，妮娜，你要快一点哦，不然我就和别人交换了。啊，我现在就去，为了火，快帮我升级吧。好吧，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我准备好了，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幸运风扇。哇！超级汽车出动！新鲜的牛奶，不就是牛奶吗？我去去就来。打车轮蹦蹦跳跳，牛奶马上就找到，装满了吗？没有没有。装满了吗？哦，糟了，大奶牛肚子饿了，猫猫猫猫想吃草，奶牛饿了挤不出奶。毛怪来捣乱。
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北极熊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！呼叫指挥中心！贝勒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猫毛怪。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猫猫怪来到地球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猫猫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猫猫怪。小心小心猫猫怪，好可爱，变过来，猫团讨论到处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命啊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猫团猫团全扫掉，一袋一袋的猫猫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猫团猫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！怎么又来了？你看，我们来帮忙！向前向前 ，Go Go Go！ 吹呀吹呀 ，Go Go Go！ 猫团猫团别靠近，千万千万要小心！向前向前飘飘飘，吹呀吹呀 ，Go Go Go！ 扭转。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了！伤心的美食车。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！
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哼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？免费？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装着蛋糕哟！啊，有情况！梅老虎、开心虎，不好了！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！啊，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哼，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嗯，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纳米，跳跳出租车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哇呜哇呜，不要哭不要哭，哇呜哇呜，放轻松放轻松， Happy Party， 欢迎你的加入，哇呜哇呜，哦，美食多又多，哇呜哇呜，心情不再难过，音乐响起，我们一起跳舞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喽！啦啦啦，大声唱出来！跳跳跳，高高跳起来！摇啊摇，跟我来摇摆！笑呀笑，一起哈哈笑！超级汽车在身边，快乐马上就出现。食物就会变得很伤心哦。哼，伤心美食车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快走吧。快走快走快走。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。啊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，
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哼，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！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我们也来帮忙。在那儿。追呀追，第五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啦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。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，目标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真漂亮，尝一尝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，听一听，大家一起来帮忙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垃圾灰尘，全扫光，全扫光，喷一喷小花小草太搞笑，哈哈哈，跳起来，跟上同一个节拍，许下同一个心愿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汽车节真是太热闹了。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炸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，真是太臭了。不过我的臭鸡蛋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。哈哈哈。好臭呀，胖嘟嘟，是你放屁了吧？不是我，是乐嘟嘟。好臭啊！乐嘟嘟都被臭晕了。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。呼噜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
啊，我的甜甜圈臭了！啊，我的头发臭了！啊，我全身都臭了！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臭臭车来到大街上，它要干什么？喷臭气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大家快点躲好，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，快跑。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关上窗，躲起来别靠近。公园太臭了，臭臭臭。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好清新。臭臭车，你逃不掉了。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，瞄准右边的洞洞。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不要！好臭呀！